人气直播美味秀。Hello， 傍晚好。大家傍晚好，今天天气很好哦，下雨下雨，有落大雨吗？今天又在家。炸灾鹅，阿哥，我九王爷要到了，哎，我被送很多那个素食来给安迪秀煮。今天又玩一个花样不一样的，刚好玩一个花样不一样。然后哦，粉丝们呢，九王爷之前可以弄那个煮那个素食来吃了。九王爷也是吃素食，他那天我们等一下，九王爷是拜几哦？十月几号啊？你们知道九王爷几号吗？把这个剪一片剪掉四条。啊，有里面你打开哦，那个打开哦，直接那个对 ，Everbest 的那个斋鹅呢，你打开的时候解成四条，然后呢，我们做串串斋鹅，大家傍晚好。昨天安哥生日，今天弟秀开工开工打一字，弟秀你有去做民宿吗？有啊，先有打扫哦，打扫还快点准备啊，准备我们的晚餐，自己煮比较吃得到哈。吃只有下午去外面吃，没有没吃到。下午没有吃。下午没有吃啊？哎呦，弟，很多粉丝讲这上课嘞，阿公运动。早上吃了就去混社，没有吃下午啊。他回来吃饼干，包果。哇，还是想念你的狗屁的味道哈、啊。我们今天串串斋鹅，你看安弟是剪很。很快耶，先把那个串串仔鹅先串了。很新鲜啊！啊，你先把一片哦剪成四片，里面打开 Everbest 的那个仔鹅呢，这个西西很喜欢吃哦。这个仔鹅呢 ，Everbest 送我们的仔鹅呢，一片里面哦，你剪成四条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继续还一条来再示范，还有两条示范给你们看怎样子串。我们发现到哦，十月五号是九王爷。多粉丝讲要开始准备九王爷煮吃素，我才知道啊，因为九王爷是吃素的。五天啊。嗯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串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炸了很方便哎。这个炸很方便。啊，放进嘴巴就可以吃了。你知道那天我们在周末的就是这个。嗯。那天你讲安迪。那天安迪秀不是在弄那个便当，就是这个。这个。哦，十月六号哈，十月六号。要聊了，还一个星期啦、上次吼、哦，安迪秀就准备那个便当。是我玩便当就玩这个。便当就是这个。大家傍晚好，傍晚好。等一下我把那个 EB 的，哦来 Oden 哈，像 Oden。然后呢，你串好哦，像这样子对吗？像这样子，像安迪秀这样子串好，我们就下锅油炸了。来了，麻酱沙爹全都哦，是咯。是串。那天安迪秀准备的便当就是这个啦。很多粉丝问安迪，你还没有跟我们讲那天你煮什么便当，就是在这边啊。可以讲了，我们来玩串串。可以牛百叶吗？可以煮牛百叶。牛百叶是什么？米。师妹不懂牛百叶是什么哎。下个星期一哦，要到了哦。是那个九王爷。哦，十月六号是九王爷。要了哦，今天都一号了。今天一号了。好，我把。这个比较容易炸。EB 的食品呢，你可以在 Doctor's Tesco、Aeon Big、NSK、Aeon 零售商都买得到。下播粉丝们呢，可以去 NTUC 跟 Samsung 找哦。那天粉丝有每个有看到跟我讲，他有看到那个素三层肉了。新加坡有卖了，你们可以去找找看。素三层肉，大家傍晚好。今天煮呢三道菜哦，我们呢今天吃素啊。然后炒意大利面。今天有沙茶酱意大利面，喜欢吃沙茶酱意大利面的粉丝们呢，可以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啊。还有呢，我们今天有斋鹅串串斋鹅，还有呢酸梅酱素紫菜鱼。因为粉丝讲他那个九王爷要到了，建议我们先煮素，他讲要九王爷吃素。然后我把 EB 的那个食品放给你们。B 也是有写给我好的信息，哦，有人看到红脸来了，呵呵哦，所以九王爷是十月六号哦，要了，这样十一六号有吃素吗你？哦，十一六号是不是九月初一啊？初九哈，九月初九哈，高歌吹告哈，高歌吹告，所以我们九月初一没有吃啊，九月初一没有吃素啊，这个补九月初一的。然后九王爷那天还有吃哈，吃素哈，我看一下。有啊，九
礼拜天拜几？三号。礼拜天拜几？九月初一没有吃素，我们补今天了。没有礼拜拜几？礼拜是三号。初几？九月初九，我算下，二四，哎，算了，九月初九，哎，我九王爷是十月九号是吗？十月九号啊，师妹讲错，十月九号啊，十月九号，我们今天补九月初一先啊，然后还有一场那个吃素的补九月初一，今天补九月初一，然后再补九王爷那一天，哎，九王爷那天哦，师妹要买好料给安弟秀吃。啊，他讲十月九号吗？不是，是吗？十月九号九王爷哈，是下个星期，是吗？是下个拜六。十月三号啊，对啊，礼拜十月三号是礼拜啊，补九王爷那天的数啊。十月九号哦，我们十月九号九王爷哦，粉丝分享了，咋个？高火，十个高火九王爷，九王爷是不是以前很多人去挤，然后去上场那个？对喽，安邦那个最有名哦。我们去没有人的时候，新年你记得吗？安邦很有名的是吗？我们新年去没有人呢，可以到里面去拜拜，但是平常在外面。我记得那个安邦那豆腐附近有一个九王爷很旺的。是那个啦。是啦，那个很旺的。然后有一次过年，我们带妈妈去，妈妈讲怎么没有人没有排队，我妈跟妈咪很接，不是九王爷，其实师妹也不懂，其实是九王爷，只是每次吼，九王爷进不到了，在外面。以前我们跟朋友去吃早餐，去那个安邦酿豆腐吃早餐，然后哦，很塞车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什么日子哦，怎么这样塞车，完全那个小路是进不去的哦，然后很多人在外面拿香。哦，九月初一是十月六号。然后呢，九月初九是十月十四号，这九王爷是十月六号哈。九月初九。九月初几啊？九月初四啊。九月初九。哦，十月十四号是初九，十月六号是九王爷啊。十月六号是。看初九就对了。我再看一下。十月六号是初一，我们现在今天补初一次。九王爷是几号啊？哦，九月初九是九王爷，十月十四号。就我们三号就要补次九王爷了。今天多少人次啊？八加二。今天他们不懂阿弟秀煮素，会跟他们讲。因为培业没有来。啊，培业今天星期四没有来。很快我们面星期五了哦。会耶，明天星期五了，所以安哥生日哦，很多粉丝祝他生日快乐。这个是串串摘鹅，上次你们看到西西偷吃的就是这个啦，你们还记得西西偷吃吧？很好笑的影片，超好笑的。这个摘鹅呢，是由那个飞转基因大豆哦，玉米淀粉啊，面粉还有素质营养成分制成的，它有充满那个鸭肉的芬香跟口感哦，还有含蛋白质，不含反式脂肪、防腐剂，还有胆固醇等。他有写啊，给我那个产品介绍。今天我有吃猪脚醋哈，今天吃猪脚醋，我们早上有吃耶。早上有吃。妈妈不在呢，我们就吃半天斋，然后再补回半天斋。妈妈有在就吃一天斋。我们先来把这个摘鹅先炸起来先。哎，很美耶，妈咪这样子炸，容易吃啊，很容易吃哦。上次阿弟秀不是做那个便当吗？就是这个啦 ，look nice and neat 哦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把炸的拿过来，还有炸的。来炸，像串串炸比较方便。今天的串串摘鹅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子吃很方便的，而且又很美观哦。你们下次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炸。难道它有那个什么？有文化，等一下给西西，还会夹夹夹啊，给西西看哦。这个，你还记得西西那天特地偷切小小片？西西只想偷吃，这个我觉得西西吃比较方便嘞。拿住一只，然后这样子咬。这个是串串摘鹅，大家可以在家里尝试哦。
开学了咯，西西读书了，西西考车了，他去学校了，托儿所，我们先把他扎起来哦。傍晚好，傍晚好，大家傍晚好。你们昨天全部有看到阿哥的脸。这个是 Everbest， 这个 Everbest 上次安迪去我砸的时候 ，CC 偷吃的是这个，一直要吃的是这个 Everbest 更加好摘鹅，它摘鹅是非转基因大豆、玉米淀粉、面粉，还有树脂的营养成分制成的，有鸭肉的粉香。你们买来 try 这个好吃的，粉丝 try 了都很好吃。我们家小朋友爱吃素了，还是培养他们出一身武吃素了。Dip with roasted sesame sauce also yummy 嘞。今天煮什么好料？先把串串摘鹅炸起来。又是我黑的时候了，我觉得今天天气超好了。给你提熄火啊！我们现在呢，炸起来先。快，炸到金黄色备用哦就可以了。然后就这样子炸了哦，它会变这样子，然后脆脆一串一串这样子吃很方便。这个是 Everbest 的仔鹅，然后慢慢的油炸，很多粉丝开工了哦，看重播，都开工了啦。嗯，安迪秀也开工了，如果来得及煮，安迪秀就有煮啊。明天初一了，没有？没有啦，明天呢初一。我们补回九月初一。没有这样快的啦。师妹吃一个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吃。下修，等一下。因为现在很烧，烧烧的。那天我们也是怕给西西吃太多，因为热热。还好西西喝很多水哦。西西早睡，跟西西来哦，玩疯了，跟恩恩姐姐玩疯了。恩还跟她的爹地讲 ，I want to come, I don't want go back。反正恩每次的。每次的那个口头禅就是 I don't want go back。 你看在这边有玩具玩，然后有食物吃，又有人陪他，可不还是喜欢人家陪哦，有人跟他玩哦。我还跟五妹讲，西半礼拜没有读书可以来我家玩，可以跟恩恩姐姐一起玩，然后你炸到金黄色哦就可以了。而且我觉得串串这样子炸很漂亮耶，这样子炸一串比较容易吃，一人拿一串方便。安哥在冲凉了，他备好菜他就去冲凉了。安迪是民宿管家，安迪秀的民宿在那个 Angkor Marina 不去 Harbour 那边，你们下次来找安迪秀啊。紫菜鱼要先煎过哦，有，等下安迪秀会继续煎哦。这上次我们做便当就是这个了，我哥超爱吃那个沙茶酱，我发现的。傍晚好，吃素。这九月初一的素，我们补在今天吃。今天吃九月初一的素。傍晚好，你们有没有看了安哥的生日影片？因为很多粉丝没有看到影片，所以我特别又另外。放上去，它炸好了。这个呢是那个紫菜素紫菜鱼，它原本是一整卷的。妈咪，这你自己切啊？哦，这个素紫菜鱼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Everbest 的素紫菜鱼，凤你们有买过来吃吗？素紫菜鱼它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还有煮那个沙茶酱意大利面哦。这个素紫菜鱼呢？它这个哦，它腌制好的，它把那个腌制好的大豆成分哦，包在里面，包在这个香脆新鲜的紫菜里面哦，然后你用油炸呢就可以了，然后里面有一点点那个鱼味的芬香跟酥脆的口感，有高蛋白质，营养丰富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家呢，弟兄姐要跟放那个酸梅酱一起煮，我们先炸了过后呢，才放酸梅酱哦。Yes, I miss live watching Li Fei. Irene 讲，没有看到安哥的 live， 所以我们唱生日歌。因为昨天我妹塞车，所以我们吃唱生日歌。Dip with chili sauce， 是好吃。加地秀呢，放酸梅酱一起煮。傍
everyone 好 ，Good evening everyone。所以妈妈这时间是煮呢面线给爸爸吃。今天煮素，我们吃九月初一的素啊。今天喝了一碗热腾腾的汤，身体超爽哦。为什么我买的仔鹅大大片，你们小小片？谢谢哦。我们加工了。杰尼，来，阿弟秀来跟你解答。我们加工了一片剪四条啊，然后呢再串起来。我有看了 Life 的孙子一片哦，那个真的很开心哦，最开心就有孙子哈。我虽然发现到哦，老人家都是喜欢抱孙的，有孙比较好。下星期哦，一年印度九王爷了。然后我们抹上呢适量的玉米粉，妈咪小心啊，烫啊。The birthday deco is very beautiful 哦，大姐弄的。然后我们抹上呢薄薄一层的玉米粉，才下锅油炸哦。这样子啊，薄薄一层，然后下锅，记得要注意油温哦，因为它是热的。这个是素的紫菜鱼啊，素的。安迪，你可以做素食五香米粉吗？素食五香米粉啊，给安迪秀研究一下。的确很多素食还没有煮，先把这个准备起来。这个是快的，因为今天有做工，回到来五点多了，安迪就煮快的素食跟大家分享。这个是紫菜鱼，素紫菜鱼啊，它本来是一条的，里面哦多少 gram 啊？我看一下，里面是400 gram 这样子的，它是400 gram Everbest 的素紫菜鱼。然后呢，妈咪自己跟它切成片状，然后抹上适量的玉米粉，那我们下锅油炸，就大功告成咯。啊，你是这样子，坚持九月初一的素，对，因为师妹九月初一哦有 meeting， 应该那天应该是吃不到素了。先叫弟兄煮素，然后呢，先把九月初一的素吃了先。因为粉丝也是要提早学煮素，九王爷那天可以煮，哈哈，素食好吃哦。而且呢，很多素食的朋友呢，还特别哦，有给我们很多 idea 可以煮什么。怎么没有看到三姐回来哦？很迟了，因为她很迟放工，来不及赶过来。啊，就是看影片了。大家傍晚好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子先炸完下去，小心呐、啊，小心烫。好，放完下去，抹上适量的玉米粉，才下锅油炸哦。我们现在家小朋友是开始 train， 初一十五呢开始吃素了。开始饭，好了，慢慢油炸，一下开火了。你们吃没有肉吗？今天煮那个九月初一的素哦，补回哦，因为师妹九月初一可能没有机会吃到素，所以今天先吃了它先。师妹伤风啊，没有，刚才睡醒哦，还没有喝很多水。傍晚好，阿妈回去了，回拉比了。二姐在新加坡，你看，来拍照一下今天的串串摘鹅。完成，咦，真的很美嘞，真的美，叫爸爸拍哈，爸爸拍摘鹅，爸爸好了，很美哦，你看，噔噔，给爸爸去帮我们拍美美，阿哥很开心哦，阿哥好，还好啦，阿哥喜欢抱孙玩而已，有孙子哦，然后一个每个喊外公外公外公，几开心哦。No wonder， 我就奇怪，这么我买的 Apple 被宰了没有一串串，原来安迪加工，一片切四片啊，一片就拿切四片，然后串起来，然后放家里很容易炸，容易炸，而且又不会散开哦。对，等下师妹嫁了，没有人跟安迪直播嘞。对，关注了更多了。啊 ，Apple 有素酿炸豆腐哎，妈咪，下次要去买来 try 哦。Vegetarian look more look healthy 啊。大家傍晚好，今天有看到哦，丽还有发那个他今天煮的食材那个黄面给我看。安迪有一个内孙，7个外孙。傍晚好，大家傍晚好，我们先把它炸起来。
如果呢你怕等一下来不及放哦，你可以下地窖，通常呢它会热一点油，然后开小火先，然后放完下去呢，我们才开始用中小火慢慢油炸，炸到呢它的表面呢金黄色就可以了。这个等一下我们煮香酸梅酱跟它一起煮，酸梅酱跟这个一起啊，拌完好，用炸到很焦啊，它一点那个煮一点焦香气就好了。吃斋鹅要有牙齿吃才好吃哦，我看到那天哦吃看西西吃看它真是很好吃，因为它吃的是咕咕那种吗，这叫什么声音啊，嘻嘻嘻嘻那种咬的那种脆脆的声音。Loving family bonding 啊，师妹 got married 啊， they need to talk more on life 啊。因为师妹有时在直播的时候帮她记那些食材一下，她就可以比较专心煮，这样她就会减少记忆力，因为有时她会一直在想什么东西没有放，然后就不小心烫到啦，这边弄到啦，就比较危险。等下你会发现很多妈妈们她备菜啊，最好是先备好才煮，才不然会很慌啊，你会很慌乱一下。请问这个是茄子吗？像哦，斋鹅这么硬，斋鹅是脆脆的。这个没有啦，斋鹅哦，斋鹅啊，斋鹅口感是脆脆的，带一点软 Q 软 Q 的。班长，这个是紫菜鱼，素的紫菜鱼。班长来哦，这个是软 Q 软 Q 的，这个400g 里面。Everbest 素紫菜鱼，你买的时候是一条哦，这个是安迪秀自己有切过的。两粉丝讲，安迪秀，怎么你买回来一片一片的？怎么我买是一条的？加工的，这个有加工过的啊。等下煮那个酸梅酱一起放，煮酸梅酱一起放。炸一下子最好，大家太久，炸太久人家皮很硬。有点酥脆酥脆这样的感觉的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呢酸梅酱哦，跟这个素紫菜鱼一起呢捞呀，小心烫啊大家。这个是来妈咪今天煮拿出她的 olive oil 出来，很难得会看到阿弟拿那个 olive oil。 然后这个呢是仙女牌的酸梅酱，我们今天用这个来跟这个素的紫菜鱼呢一起配搭哦，然后你可以买你喜欢的 olive oil， 因为今天我们煮偏西式的素食啊，今天弟秀煮的是西式的素食，然后上次特地做便当呢就是这样子骗小朋友们吃的。这个是斋鱼，对，素紫菜鱼哦， understand mommy love 哦。I think very fortunate have auntie, uncle and you 啊，谢谢大家 Irene。 auntie 师妹你是吃九天素吗？没有，我们今天是吃十月初一的素，因为十月初一是没有东西做，今天就煮，然后粉丝也可以提早先准备九王爷的素了。师妹今天做主播，对咯，要出来，今天有工，今天有时间，没有做工，这个时间没有做工，就在那边把安迪去直播。炸素鱼加素虾米沙拌好吃耶，我以为是茄子。班长以为是茄子，班长哎，我很难出来哦。来，我们浓哦，那个哇，
放两汤匙就好了。两汤匙啊，两汤匙的。我们放了两汤匙的仙女牌酸梅酱。两位太咸。好，两汤匙。而且我每次哦发现哦，什么是九王爷啊？可以帮我解释一下。九王九咩？九九王九王爷，这听起来怪怪的。是九王爷咩？九王爷。九哦九噶，九是一样。九王爷，九王爷。初啊，对，这是我们吃那个九月初一的素。Olive Oil 是 sponsor 的吗？没有啦，这个是买的啦，买的。因为我今天等一下有意大利面啊，所以呢，阿弟秀直接煮素食的 ，C 四的素食哦 ，C 四的素食。喜欢吃呢？这个是酸甜啊，这个有点带酸带甜的，带咸。这是仙女牌的酸梅酱，两汤匙，加多少水？加多少水？加多少水？一倒就开心，然后没有看到水。加一百ml 的水啊 ，C 四的素食。这片巧克力吃，这个酱哦，好吧，谢谢，拜拜哦，那味道很好。我很喜欢吃那个斋倒鸡样子，像倒锅哦，煮酸甜放来吃，好吃哎。对，这个 idea 好。我们把酸梅酱好吧，约定白天。好了，这边是两汤匙的酸梅酱，一百 ml 的清水，然后让它煮沸腾啊。九红鸭哦，一定帮我写上哎，九红鸭。据说九兄弟九王爷在槟城最热闹。我还没有去过那个槟城的九王爷嘞，九王爷蛋，小心烫啊！大家傍晚好，傍晚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素紫菜鱼呢，就是配搭酸辣酱啦，这味道不错哦，你们可以在家里尝试哦。味道不错，它酸酸甜甜，很咸。然后加适量的玉米粉水哦，所以粉丝们呢又可以有很多 idea 煮那个素食的。然后沙茶酱意大利面呢也是素食来的，泰国也很非常的热闹。今天煮意大利沙茶酱意大利面串串斋鹅酸梅酱素食素紫菜鱼哦，我给我讲好了。我们家哦，随机啊 ，Kowei 的牌子 ，Kowei sponsor 的，是咯，我们整两年没有去泰国哎，可惜我们这里买到很难买到生摘菜哦，生的摘菜很难买到。好啦，你看我们的酱准备好了，我需要拿那个，这个拿个大锅做吗？面啊，烫面哈，烫面啊。意大利面煮好了吗？没有。嘉欣来提醒你，阿弟现在去烧热水先。烧热水。先煮沙茶酱意大利面，先煮西式的。还好，这边我帮你拍了，我只要看你怎样摆。快吧，摆这里不要看了。那阿哥躲在我的后面，在摆他的那个素紫菜鱼，怕你们看到。金山山那个山上公就有拜九皇爷了，阿妈在家流口水了，阿妈不懂会不会开阿弟秀直播，阿妈看阿弟秀直播。我们先煲热水哦，等下呢要把那个妈妈放这边摆，放这边摆不是看不到你们呢，你们在我的后面，你们在后面看没有？那个阿弟在后面在摆盘，不要去大型宗教节目哦，大家忍一忍。有没有做 online 啊？我们看直播就好了。要学哦，今天有那个沙茶酱意大利面，哦。我们家爸爸在这边，你们应该很好奇爸爸去哪里？爸爸在我后面，在那边摆他的炸好的素紫菜鱼。
我们今天煮西式的素食，你继续很多 idea 现在。500 gram， 然后这个呢，它是要煮多少分钟呢？12分钟的。所以你买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哦，要注意它是煮几分钟。上次阿弟秀第一次不懂，原来有分5分钟跟12分钟。然后我比较喜欢吃12分钟的。大家饭碗好，现在呢，准备这第三道菜哦，就是意大利面了。沙茶酱意大利面，感觉它是好像又中式又不像中式又像西式，中西合璧的意大利面。来，妈咪你要放这边的，你淋酱的时候，不然我看不到你。先跟他讲好，不然他在后面淋了，要忍住哈，不可以气哦。爸爸在后面，然后呢，就是帮我们摆这个先。这个是素紫菜鱼，爸爸刚才拍写哦，就是在后面呢，就在摆这个，怕我们看到。爸爸好可爱。妈咪，你的那个要放下去煮咯，要等12分钟哦。姑娘吗？姑娘吗？姑娘吗？滚！嘿，在这边，更美哦。我们要淋酱喽，等我一下，我把镜头抓好一下。这样好像很多，会口水。这样很像很多。来，爸爸刚才后面就帮我们准备，慢慢淋上去啊。这个是那个酸梅酱，煮好的酸梅酱，2汤匙酸梅酱，100ml 的水，适量的玉米粉，然后就可以把这酸梅酱呢勾芡起来了，然后慢慢的淋上去。来给呢，慢慢淋上去啊。哇，很好咯，淋完好了，可以在家里呢准备呢好吃的酸梅酱素紫菜鱼。然后当然要放一点红色哦。发现我妈咪现在哦做饭很有仪式感，哈哈，要美美摆盘的。来到妈咪再放那个我们的 tomato。该 tomato 在旁边，我在偷吃啊。来，嘿，我在偷吃。放进去哦，素紫菜鱼淋那个三八也是好吃，今天很多 idea 了。慢慢放上去啊，素的紫菜鱼你可以在 NSK 啊，Tesco、Aeon、Big Aeon 各大的零售商买得到。下播呢 ，NTUC 跟 Samsung 有哦。摇身一变变 Atas 的素食了。Where to buy the long plate 啊？这个是在那个 Good Dubai 买的 ，Good Dubai。好了，很漂亮哦。今天的叮叮叮叮，摇身一变就来到了很像西式的素食了。小心啊，继续烫啊后面。今天的酸梅酱素紫菜鱼完成，好吃啊！这个上天我们已经偷吃那个便当了，然后现在呢要把那个意大利面放下去煮了。给大家看啊，叮叮叮叮，我们今天的素，这个是素的紫菜鱼哦，摇身一变呢变成酸梅酱素紫菜鱼哦，完成了，颜色好漂亮哦，这个很容易骗小朋友吃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安哥刚才摆好的盘，另外一个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也很漂亮。姑娘等等，我们的
串串摘鹅。还要切吗？可以啊，就很美了。串串摘鹅，来给阿弟去拍照一下。这个很棒，方便你用了。来，妈咪拿住拍照啊。你懂为什么每次要拍照吗？那你前面就有人偷吃啊。等我一下子，等我一下子。等我几个。来，我们今天的串串摘鹅完成。等我一下，妈咪给我拍照。蛋姐是没拍照的。快点。现在要拍照哦，现在要拍照。明天粉丝就有得看了。哎，妈咪要帮我推一下。哪里？等等，三二一，三二一 ，OK， 好了。这个拍了吗？啊？我这还没有拍，来。来。再来啊！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好了 ，OK， 漂亮哦。这是来，我们现在我妈咪现在会煮西式，因为今天为什么有放那个 tomato 来摆呢？白色呢，就是因为今天的煮的是西式的素食，西式的素食。等下骗小朋友讲，这个是西式的鹅肉，然后呢？这个是西式的鱼，就这样子骗小孩子吃宰了。而且我发现到你宰哦，你只要用料啊，那边哦变一变哦，然后它这个呢，小朋友就容易觉得这个好吃。这个四百克啊，来四百克的意大利面，我们放下去喽，放完下去啊，放到完。只要煮十二分钟哦，十二分钟。再冰敷巾。来，放完下去煮。你要准备那个沙茶酱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准备沙茶酱。放点油。放点油。我们放点 olive oil 啊。放盐吧，放盐吗？放一点盐。昨天是安哥生日，安哥诞生日昨天。好了，我们下锅煮十二分钟就可以，现在开始准备酱料了。先把意大利面放下去滚，我们加适量的盐，还有呢橄榄油哦，给它去滚十二分钟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准备沙茶酱，可以看一下摘鹅的包装吗？这个 Everbest 的摘鹅在这里，这边这个五五，这是变身前跟变身后的样子。来，一二三，几个？一二三。这个 Everbest 摘鹅摇身一变哦，变成串串摘鹅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水哦，开中火啊。好，开中火，慢慢的滚它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要准备的就是呢，沙茶酱意大利面。这个是西式的素食哦，西式的。大家放完好，放完好。等下晚上的时候呢，师妹有很多食谱要打了。你要打没了？不是打给你了没？对呀、啊，那天打好了。变变了吗？那天打。变变好的。没有啊，这个，这边摆在这边。粉丝进来，等一下会瞄一下，瞄一下，然后呢，回家可以变变变给小朋友煮，给小朋友吃哦。这个你来做便当很方便哦。安迪轩那天是做便当的 concept， 他做便当的主题。我是叫妹妹这样子煮。秀姐你好棒哦，摇身一变哦，你的素食变阿大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那天怎样师妹哦？早上的时候呢，叫安迪就给你们看那个照片，很美的照片。他摆很久啊，那天他准备了一个下午。因为第一次挑战煮那个西式的素食，
好，我们加适量的 olive oil 橄榄油，然后爆香姜末。今天我们放 olive oil 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哦，今天是煮西式的，不会，哇，是这样子，天的是西式的。好啦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爆香的姜末后呢，还有沙茶酱，沙茶酱，我们今天放的是这个沙茶酱，你们可以去买来 try 这个。沙茶酱，素食沙茶酱，然后爆香姜末，然后我们再把香菇呢片丁状，片成小小的丁状，下锅炒香。方便。安迪秀可以看你用的 olive oil 吗？在这边。这么多。这个在那个哪里买的不知道，要问安迪秀一下。可以看一下水机吗？等我一下子啊，来，妈咪给我个位置，来去看水机一下。这个是 Coway sponsor 的水机，然后呢，每次安迪秀按的是这个哦，250ml 按一下，它就是一杯下来。然后呢，你不要问我什么模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模的，可是它是长这个样子的，看得到吗？然后你可以放冷水、热水，冷水中等，热水，然后调你要的那个水分就可以了。这是口味的，爸爸来给我位置一下，快！啊，阿弟厉害，女儿的声音自然哈，切切，听习惯了哦。少了四妹的，少了四妹跟你呼喊一下，声音要响亮一下，呼喊一下。我们把呢这个多少的香菇啊？这边有八朵香菇啊。这等下变要放变的，所以我说放一点。要不要怎样？可以捞呢，那把那个这是酱哦，沙茶酱掉哦。所以等下我们要捞那个意大利面的。你们可以找 Keith 哦，要买口味可以找 Keith。这个是 Keith 送的。啊 ，Keith 送的。等下放哪里啊？你切过一个鸡蛋碎。啊，可以。啊。嗯。爸爸在下面。Pretty，your voice sweet 啊！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哦可以变，下次呢煮的时候可以边听声音，然后边再煮，就会大概记起来了。对，我们爆香了姜末啊。然后呢，把八朵香菇切小丁状呢下锅炒香。然后呢，炒香先啊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放这个哦，这妈咪啊，放这个，这叫什么叶？香叶吗？西式的香叶吗？啊，这个是那个芹菜啊，叶那个芹菜叫什么的啊？芹菜哈，喜欢吃呢沙茶酱意大利面的粉丝们，可以把这道菜呢在家里尝试煮给小朋友们吃哦，骗小朋友吃的。阿弟你厉害嘞，东南西北餐都会煮了，他喜欢研究，在家研究，有时间就研究啊。你们下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餐厅，跟阿弟秀讲，他去试味道。其实味道哪里改？可能应该要用那个我。哎，这个小美啊？不是，可能应该用这个。喂，人家电下来，你这样放，你往外面坐着。往外面，等下电话响，你就等着我电下来坐。叮当当，我怕等下忘记它，每次放进前面就忘记它了。就要给它电下来。好香一下啊，很香哦，它的那个西洋凉茶，我才跟你讲西洋凉茶，炒香它先啊，12分钟了嘛，西洋芹菜哦，西洋芹菜，你要香一下啊，我们把这香菇炒香哦，你要去到一个淡淡的那个。
们住在柔佛，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。这是香菇，我们刚才爆香了姜末，加入呢半朵香菇。香菇呢，你浸泡软过后呢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呢才把它切成小丁状哦。喜欢看地秀直播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大家加油啊！我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呢听你们的直播。然后呢，先炒香，翻上去。煮什么哈？今天来我写上去先。好，烧香啊！沙茶酱、意大利面、串串斋鹅、酸梅酱、素紫菜鱼，这个是素紫菜鱼煮好了。我等啊。啊，喝了差不多了。12分钟。要给它炒香一下比较好吃。很香啊，那个香菇的味道，很香。沙茶酱放多少呢？沙茶酱应该是少。来，我们它炒香了啊，我放这个。2汤匙。那个是一半。4汤匙。这我身上写那个意大利面200克的。40。写200克给他们好，改进400给他们了。OK。我们水放了。炒香下来。我们炒香才放啊。哇，它的这个很香哦。王哥讲很香。很香哦，这沙茶酱很香。安迪秀，你素食挑里面哪一种比较好吃？都 OK 嘞，我觉得妈咪那天在那个素食店买的那个素条里都素那个调味料，那个已经很香啊，很香，在这边。不可以放多多。哎，在哪里啊？你的那个拿那个袋子。在那个冰箱啊。因为他的说明书写不可以放很多，我也跟他不可以放很多。在哪里一个？要洗下地啊。可是妈咪你已经拿上来哦，看不到袋子。有啊，在那个冰箱。在冰箱。没有打完啊。500ml 的水。给它煮到沸腾。他那个他的那个味精，他讲放一点点好，我跟他放点点，不错。我家还有沙茶酱，晚上可以煮宵夜了。沙茶酱是什么味呢？它有点像沙爹味，可是它又带很香的花生，它是蛮香的那种花生酱的味道。可是它不是花生酱哦，它是有带花生香，很难形容这个味道，我也是觉得。每次粉丝问我沙茶酱什么味，我很担心哦。好。哦，咸不？咸不？来，我来煎嘛，行吗？应该行的。爸爸现在进步哎，会吃意大利面。这个是中国式意大利面哦。对。说不出的味道。对哦，我也是很难形容哎，沙茶酱怎样形容的味道？感觉像沙爹，可是又不是沙爹哦，又很香的花生味哦。来，我们煮到沸腾哈。我们刚才加呢适量的姜末，爆香后呢加半朵的香菇，炒香，然后呢我们再加了4汤匙的沙茶酱炒香，再把500ml 的水下锅呢煮到沸腾。你要炒香了过后才加水，会更香哦，汤汤的。汤汤好了，煮沸腾了，我们开中小火一下。好，来，爸爸火可以熄了。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妈妈拿一条来 try， 熄掉应该。你看软了吗？小心看安迪秀。熟了吗？奇怪哦，就是12分钟。来，妈咪好了，这边你关火了吗？这边也好了，这个酱也好了，刚刚好了。哎，看火下，沙茶酱意大利面哦，我们家很快啊，这个下去比较快，这个下去比较快，然后捞一下比较快的。
这边那个沙茶酱也带一点去了，快点这样子捞。来，丽秀已经想到一个方式，直接捞下去。那你要关掉哎，那个火。关掉啊。你给我滚那边，要给他滚啊！哦，给他滚啊！不要，你放心先，放心先。要给他滚，不要给他震。哦，放心先，放心快。要给他滚，不要给他震。太小啊！好了，捞一下就好了，捞了就大功告成了。我是讲，这是中国式的意大利面哦。对啦，好了，然后跟它捞一下，由上往下捞，去哪个盘？哇，看看看。你要开小火，做酱要给它。四汤匙的沙茶酱煮整包意大利面吗？四百克，四百克。意大利面煮了十二分钟哦，这是中式的意大利面，煮中式的煮法。好，放完下去啊，小心烫。好了，等一下试味道了。可以了，捞好了，那个整个满满的料。可以了，我们可以上锅咯。一点冰糖啊。加冰糖多少？一点七点就好了。加少许的冰糖就好了。大功告成了。来料，来料。没有胶粉啊，没有胶粉。OK 了，关火啊，熄火了。我们用的是那个沙拉瓦的黑胡椒粉，你们可以下次来到呢买沙拉瓦的黑胡椒粉试一试。哦，台湾沙茶酱牛头白不是吗？刚才是没秀的，不知道哎，挂哪里的？不知道挂哪里做的。这个好像是这个素管的，这个素食沙茶酱，素食嘛，对这个。哎，我对不光彩要变了哦，绑了绑了，爸爸，快点不光彩进，不不，来进来吃。这边，你要放吗？等下上面弄，你放上面。没有了。可以看一下吗？看这个沙茶酱，对这个，哦，好酱哦！你看我都有点吞口水。怎么要用冰糖？因为它咸咸嘛，放一点冰糖、啊。甜甜的。不要放糖也可以，你要放一点冰糖。你们只要吃咸咸就 OK， 它沙茶酱是咸的，酱油也是咸的，你放一点糖就咸甜。这中式的意大利面，怎么不要用健康糖？以后我也怎么不要用健康一点的糖？这个冰糖 OK 啦，它自己搅的粉来的。这个冰糖拿来搅粉的啦。沙拉瓦的胡椒粉最香了哦，对，这个是冰糖来的，小心烫啊，妈咪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
酱英文是什么？它后面写这个哦，后面写 vegetarian barbecue sauce， 后面这个是素的，素的，所以它是 vegetarian。会辣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辣。还有点那个五香粉，然后有点花生酱，花生的香，很好吃，有点蚝油的味道。阿弟你厉害耶，我们家族分别两个国家看，马来西亚跟 Canada 在看，这一罐沙茶酱是台湾出产，好吃哦，我也是台湾出产的哈，师妹不知道耶，师妹只是汽油的就买了咯、嗯、有些是粉丝介绍的，你就继续买来 try， 很多粉丝、那天买的那个鸡精很不错，可是他那边有说明书写不可以放多，怕是太咸哈，没有啦，怕太甜啦、啊、你要带点客啊，吃了会口渴啊。哦，来，我们摆盘先，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。哦，今天全部美美的哦，要等下放。串串在鹅，他喜欢哦，他喜欢哦，小孩子真是骗不了，喜欢吃就是喜欢吃哦，爱吃就是爱吃。来撒上那个，这个什么芹菜粉啊？芹菜粉。两个。的哇，美美哦，移一下位置吗？继续移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来你拿这个了，拍照先，现在没有拍。我们今天的沙茶酱意大利面完成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我们让安迪秀呢跟我们一起，妈咪要退后一点哦，看没有你的菜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可以拿来做麻辣面吗？可以 try 哦，下次还必须拿西式来做麻辣面哈、啊。妈咪粉丝给你很多 idea 嘞。麻辣面。那、啊、你的西式可以来做麻辣面。我们今天的沙茶酱意大利面串串斋鹅，还有呢酸梅酱素紫菜鱼完成。最后呢，我们让安弟秀呢跟我们一起做他的。招牌动作，拜拜，叮叮！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，Have a good dinner ahead， 拜拜！我们有好吃的沙茶酱意大利面，然后串串斋鹅，还有呢。我们最爱的哦，这个味道好吃，酸梅酱素紫菜鱼，大家在家里尝试哦，晚餐愉快。